定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爱多美这间公司了，但那么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，爱多美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传直销吗？是骗人的吗？还是又要强迫人，不然就是很贵，还是它只是一个网络公司呢？其实各位都误会爱多美了，所以今天呢，就要为了大家来解答，爱多美是什么公司。首先呢，它是一间卖生活用品的公司，它的特色呢是绝对高品质，绝对的低价格，销售天然无毒的生活用品，并且呢透过网络来购物的一间公司。爱多美公司呢成立于2009年，的产品呢畅销了全球20几个国家。爱多美呢是一间大型的大众精品网络直购的网络商城，专门销售呢由韩国原子力研究所和韩国科马公司合资设立的科马 BNH 子公司所生产的商品。科马呢它有2大股东，其中韩国科马公司占 79.9%， 韩国原子力研究所呢占 20.1%。 什么是韩国原子力研究所呢？它成立于1959年，是韩国研发技术核燃料的国家级的科研单位，相当于中国的中科院。它聚集了韩国当代最顶尖的1300多名的科学家和4000多名的科研人员，被称作为韩国的智囊库。韩国原子力研究所是全球第3个开发出宇宙食品的研究院，其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太空总署 NASA， 可以将营养品和护肤品的原材料中有效的成分含量提高500倍以上。韩国科马呢成立于1989年，是全球最大最顶尖的医药级化妆品和保健食品研发生产的企业之一。科马公司呢也是各大品牌香奈儿、兰蔻、雅诗兰黛、蝶庄、兰芝、资生堂、欧会、 SK2、 欧莱德、强生等500多个知名的国际品牌的代工企业。安利、如新等公司的部分产品呢也是出自于科马。科马公司呢是全球顶尖医药级化妆品的制造商，它呢拥有强大的科研实力，公司拥有专利技术超过10000个。爱多美将 GSGS 战略作为全球事业的目标，将全世界最高端的产品销售给全世界的消费者。爱多美至今已经在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台湾、新加坡、柬埔寨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墨西哥、泰国、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已经开设了分公司。那爱多美最大的精品策略呢是绝对的优良品质，绝对的低廉价格，或者生活用品、化妆品、食品、保健食品、厨房用品，还有3C产品。那爱多美有什么特色呢？第一，免费注册会员；第二，无需囤货；第三，无需代购产品；第四，无需送货；第五，无需强迫消费；第六，无需每个月重复消费就可以领奖金，而且呢，一年只要消费一次就可以维持会员资格；第七，完全没有风险，30天内不满意退货保证；第八，完全没有消费的压力。爱多美最大的亮点呢，它是颠覆传统式的，它免费零门槛的加入会员，真正的零风险，也没有道德压力，因为呢它不赚商品的差价，产品呢都是物超所值的，需要什么再购买什么，完全没有消费的压力。爱多美的会员呢主动分享，花原本该花的钱，赚原本赚不到的钱，而我们要做的呢只是换一个地方消费。爱多美的会员忠诚度极高哦，回购率达到 96%。 购买爱多美的商品呢无风险，30天内不满意退货，可是呢爱多美的退货率却在全球是较低的，只有 0.14 的退货率。这么好的商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赶快加入爱多美的会员，省荷包的同时还可以赚钱哦。